看动画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火字旁，看我的样子就知道了。火字旁表示和火有关，快来和我一起学习带有火字旁的字吧。火字旁，灯光亮，升起炉火饭菜香，红烧排骨和丸子，再加一道烟熏鸡，白米饭在锅中焖，冒出白气香喷喷，吃完饭菜放烟花，烟火闪烁乐开花。小朋友，还记得刚才我们学了哪些带有火字旁的字吗？灯、炉、烧、烟、烁，哈哈，是它们，你记住了吗？